今天带了一些菜回来。这是什么？他一直好奇地闻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他一直磨，你想要深绿色的呱呱吗？要。哇，这有草的味道，好香啊，我喜欢，我蹭，我咬。这个也咬一下，还是这个比较好。哎呀，撞到了，呱呱跑了。他疯掉了。嘴角受伤是之前得过猫癣，也就是猫的皮肤病，现在已经恢复了，请自动略过。好开心，一直磨，感觉好像很舒服，不知道是很舒服还是喜欢丝瓜的味道。只啃，他最喜欢丝瓜，结果最后他的脸都被丝瓜弄成绿色了。记得要留言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